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3月24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日本的新闻。Japan is considering requiring companies' annual reports to disclose average wages by gender and the ratio of female managers set to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as it seeks to close the pay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好，这个句子其实蛮简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里其实是一个名词子句。好，尤其新闻报道常常都会这样子讲，把这个句子讲出来再说是谁说的，或者是哪个消息来源这样子。好 ，said 是动词 ，to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matter。matter 我们通常用来讲一件事情。好，对于这个事情有直接的知识的。好，就是那种可靠消息来源啦。好，那主词的话是 Japan， 动词这个名词子句的 let 省略掉了。动词是 is considering， 正在考虑。考虑做什么事情呢？这是你的受词。好，那这边的话呢，大家记一下，有一些动词后面会加 to 加原形，对不对？有些动词后面它会加 ing， consider 就是加 ing 的这样子的动词，所以你要记住。然后考虑什么事情 requiring，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受词，考虑要。要求，好，这个要求也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所以它后面可以再加受词。好，要求呢，什么东西呢？公司的年度报告。好 ，company 很多公司，所以这边的话是复数的 s 后面打一撇。好 ，annual 年度的 reports 报告。那这个报告要怎么样呢？从 to 到最后面呢，它是一个不定词的片语修饰 annual reports。好，不定词的片语它可以做来修饰。好，当形容词用。这个报告需要怎么样呢 ？To disclose， 好，要揭露，要公布。Average wages， 平均的工资。好，那揭露平均工资，不只是揭露平均工资，要怎么样呢 ？By gender， 好，就是性别，男生多少，男生平均工资多少，女生平均工资多少 ，and the ratio of female manager， 还要揭露呢，什么东西呢？那个女性经理的比例。这样子，好，然后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直接连在后面的，那只是说他把谁消息来源放在这边，那 后面再加一个受的这个副词子句。好，这个副词子句的连接词从属连接也是 as。好 ，as 有当什么什么时候，也有因为，这边我翻作因为了。好，因为怎么样 ？It 就是日本正在 seek 正在寻求要怎么样呢 ？Close the pay gap。好 ，gap 就是一个距离，一个间距。好，一个我们讲，对，就是那个 generation gap， 就是我们的代沟。好，所以这个薪水的距离，什么样的薪水的距离呢？在男生跟女生之间的薪水的距离，好，其实都是不公平的。台湾也是啊，哦哟，让我废话一分钟。好，我以前在唱片公司、唱片行做的时候啊。我做的事情真的比我们那个店长多很多倍，好，我能力我也觉得比他好，那我就去跟我们主管抗议啊，他领的我那么多，做的又没有多，还当那个店长，好，又不做事，钱又领得多，结果你知道我们经理怎么跟我说吗？我们经理说，哎呀，他是男人啊，要养老婆嘛，所以你就忍一下，就这样子嘛，后来我就辞职了，遇到这种公司真的就辞职算了。好，再看一次。Japan is considering requiring companies' annual reports to disclose average wages by gender and the ratio of female managers, set to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matter, as it seeks to close the pay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好，那这个第一个 require 是动词要求，第二个 annual 形容词年度的，第三个 disclose 就是动词公布揭露 ，close 是关起来，对不对 ？dis 有一个相反的啊，所以就是没有关起来，就是把它打开，就是公布给大家知道这样子。好，第四个 average 形容词平均的，还可以当名词用。好，第五个你看到薪水的时候，这边是用 wage， 对不对？啊，还有用了一个 pay。好，那另外还有一个 salary 也是薪水。嗯，去查字典的话，就是说一般其实最常看到是这个 salary。wage 比较用来讲是出劳力的工资，还有时薪的。好，那 pay 的话就一般比较口语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多观察一下，在整个地方看到这几个单字，这样子，它指的意思都是一样，你去工作得到的薪水。
好，第六个 gender， 好 ，gender 就是性别。那现在性别非常的多元化，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认同。啊，第七个 racial 比例跟比率都可以。好，第八个 direct 形容词直接的，前面加上 indirect 就是间接的这样意思。好 ，gap 刚就是讲差距缺口，所以我们的 generation gap 就是代沟，就是每一个代大概十年都有一个相当大的代沟。哦，第二个是北韩呐、啊，北韩呢就是你知道巴不得，哦这样是不是很过分？巴不得人家出风头这样子。现在俄罗斯在攻打乌克兰，对不对？那他就没戏唱啊，他总是要唱一些戏这样子，才引起人家的注意，有点像那个小孩子这样子。好，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North Korea has tested a bann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7. South Korea and Japan say. 好，这个南韩跟美国呢？不，南韩跟日本就他邻国嘛，一个在他两个都是在他下面一点点的地方，好，跟他很靠近，所以有受到他的威胁这样子。好，主词是北韩，动词是 has tested， 就是测试了，好，测试的意思就是就是什么射出这样的意思啦。好 ，a bann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好 ，ban 就是禁止的，那 intercontinental， 我怎么没翻到禁止的？对不起。好 ，intercontinental 就是洲际，这个 continent 这个字到 al 去掉 ，al 是形容词字尾，对不对？Continent 就是我们讲的五大洲、七大洲，比方说是亚洲 Asia 啊，欧洲 Europe， 美洲啊，北美 North America， 南美 South America， 这个叫洲。好 ，inter 就是互相，这边指的是洲际飞弹，表示可以飞越、跨越一个洲的。好，这个是已经被禁止的啊。这个 ballistic missiles，ballistic 就是弹道。好，弹道这个大家有兴趣研究一下什么意思。好 ，missile 这个字呢很妙。哦 ，missile 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是飞弹，对不对？好，所以叫 missile。可是呢，其实最近因为看新闻，因为就是那个俄罗斯啊，不是攻打那个乌克兰，就是炮火一直轰啊，飞弹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趁机就开始看一下德国的新闻，好，也有法国的新闻，有英国的新闻啊。当然平常就看美国跟日本的新闻，就 YouTube 上的新闻，就发现，哎，英式都会念 missile， 所以。因为听那个法国人的英文跟德国人的英文，他们就不会讲 missile， 他们讲 missile， 好 missile， 好，中文会在一起，我觉得都有，我有听到 missile， 我也听到 missile， 好，这两个都有，日本人也是念 missile， 好，好，这是题外话，回来，所以他就测试了，从 for the first time， 好，第一次，但是不是全有史以来第一次，是从2017年来的第一次。好，句子要会看。Japanese officials estimated it flew 1,100 kilometers. It fell in Japanese waters after flying for more than 1 hour. 好，日本的官员，日本的官方就说了、啊，就没有说，他是预估，好 ，estimate 预估。预估后面一个名词子句在这边 that 省略掉 ，it 指的就是这个飞弹 ，flew 是 fly 的过去式，1100公里，684英里，所以是1100公里，很远呢，两个台湾的吧。好，最后呢落在日本的水域，日本的领海。好 ，after 这边当介系词有用，所以后面加动名词 flying for more than 1 hour。好可怕，飞一个小时，飞掉到日本领海，飞这么远，有点恐怖。好 ，an ICBM can travel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on a standard trajectory and could theoretically reach the U.S. 好，这是 BBC 的新闻，这个好吧，禁止的。问过你东西，哦，这个禁止的这个弹洲际弹道飞弹呢，可以 travel 是旅行，对不对？不是啦，就是从个地方到个地方就可以讲 travel， 好，飞行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哦，数千公里，刚刚只有飞1000公里，对不对？实际上它是可以飞数千公里，不是实际上啦。好 ，on a standard trajectory， 好 ，trajectory 就是一个轨道。
在一个标准的轨道上，所以那个飞弹它有设定目标，对不对？那个轨道它可以这样一直一直飞。好 ，anchor theoretically， 好，我刚刚讲实际不对，因为这个可能还没有发射过。theoretically 就是理论上的，好，理论上来讲，它可以抵达美国，好可怕哦。好，那这个好像是因为日本跟美国好像有举行军演还是怎么样吧？啊，又加上飞到事件，总之呢，北韩没事就来捣乱一下，好这样子。好，我们再把它看过一次。North Korea has tested a banned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7. South Korea and Japan said. Japanese officials estimated it flew 1,100 kilometers. It fell in Japanese waters after flying for more than 1 hour.An ICBM can travel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on a standard trajectory and could theoretically reach the US. 这个字我这辈子还没看过它，但是呢，所以看没看过这是很难记的，对吧？所以要停一下 trajectory， 就是你学习一下自然发音哦。遇到这种比较长的 theoretically， 好，这个就已经知道的字，所以就没有那么难念，虽然它也有点长。好，学一下，大家真的要学一下自然发音啊，这样对你的发音真的很有帮助。好，那 kilometer 这边你说，哎，为什么红字 meter？ 好，很常见的英式的嘛 ，BBC 就是 tre， 美式就会是 ter 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单字，第一个 ban， 好 ，ban 的话就是禁止的意思。哦，第二个 intercontinental 形容词，洲际的。好，第三个 ballistic， 对不起，没有 s， ballistic 啊，弹道学的。missile 或者是 missile， 好，就是飞弹的意思。第五个 estimate 是动词，估计。第六个 waters 加了 s 之后，表示一个领海跟海域。哦，第七个 standard 形容词，标准的。第八个 trajectory 名词，轨道。第九个 theoretically 副词，理论上的。哦，好可怕，他打到日本水域，那意思就是他想打日本，他也可以打日本这样子。大家和平相处吧，世界和平。好，谢谢吧，宝贵的时间。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好，祝大家还没有周末愉快，英文进步。OK， 拜拜。